不能按。早安，樱花早安。阿里不是要去睡了。感谢培根的五个月。我知道女王驾崩了啊，睡醒的时候就看到了。教主也太早了吧，我刚睡醒，想说教主睡觉。深夜早安，你等等也要睡觉，你刚醒但我在上班。哎、欸、啊你昨天不是说你差不多要睡了？哎、欸、不对、欸，等等啊，可以一起跑图吗？我是 Switch 哦。那不是我们有好友吗？我还想说醒来问一下那个幽里啊、要不要跑？幽里好像在睡觉。只是最近真的都是一点半两点起床，唉，最近都是靠氪金拿副氪，没空跑哦。我跟你讲，如果当时幽里没有来玩的话，我大概也就是回到拿完加贝拉就下线的时间。阿呆，你不要睡觉、哦。反正就是，就13579C 的时间到了嘛。然后吃海胆，圣岛海胆跑一跑。再就是雨林一图二图跑，一二三图跑一跑。然后等馒头，馒头完之后，要么海龟，要么就是进格，是吧？要么就任务大辣进格这样子。没好友哎、欸，抱歉了，先不要，谢谢。安安给蹭吗？来啊，海胆完再睡，今天还没，那你飞我吧。今天早上不是有开台吗？我不是到7点8点的时候说不行，想睡觉了，结果摸个公主连接，突然发现说他有一个要支线任务。支线任务发生什么事情？支线任务就是，我背你吗？
支线任务发现说有一只兔子角色断烧，听我语气好像比我累啊，累死了，真的现在真的是蛮累的啦。那你小号不跑，小号一起来啊，可以接受多带我一个吗？来啊，快点，快点，现在司机可以带。对，就是美美。欸，我问一下哦，万圣节美美是不是不能跟一般的美美一起用那个碎片啊？对不起，我才刚玩不到一个礼拜。小辣还好，小号辣还好，没有就顺便嘛，加减拿。不行哦，啊。哦，阿奈，问一下哦，万圣节美美是不是要主线过到哪边才能拿到啊？我现在只有拿到好像一个叫做零的嘛，因为我想要那个小小小小什么，就是那个进化美美跟那一只，如果可以我也想用啊，真的，我 Switch 没小号，什么意思？你要换账号吗？你去换一换啊，我等你啊。万圣节美美是常驻，可以直接抽到哦。是哦，哦，我抽到是普通美美。我就是想说，稍微看一下那个什么支线任务，然后有看到那过图我再换好。它是抽奖，万圣节进化也是限定的。哦，哦是哦，难怪我找不到进华的那个图。我有看到卡池里面有那个妹妹，没看到进华。好像这样子，阿培哥你要上线吗？哇，你们懂好多哦，我的天啊！天啊，真的是，本来想问幽里的啦，但是觉得。感觉这个爬文应该是爬得到，但是最近又没什么时间，没什么空的。来吧，你看到卡池就是有长度。好的，你在哪一服玩？五个字，好像咕噜凌波的那个吧，那只角色。看一下哦、喔，又跑去跟幽离子玩啊。真不王国，然后也没有说一起玩呢、啊，就只是他玩他的，我玩我的。然后我就是看到美美有装备，就全部去冲美美的装备，也不管美美好不好，我就一直在用美美。微微早安，因为等一下跑完少说也是要四点半左右吧，那四点半结束看是要雀魂还是怎样，因为五点后啊，五点后再来雀魂，我们五点后再来雀魂活动。等一下，你哪只 Switch？ 哦，没事没差，来吧培根。哦，我们解锁到这么高哦！哎，这是呆鱼，走。美美现在都是过气的角色，但小小田径就是香。哦，对啊，或者是看到很多说就是不介意用小小甜心，但是对于美美的爱。教主 FB 还有在用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看起来不像在用，对不对？我就没有什么在po文啊。我地早。教主可以等公主祭池之后叫小甜心，什么意思？小小甜心是可以一次抽到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他不用等进华美美跟另外一只就可以直接抽，是不是？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它不是三只角色刻在一起的哦，所以不是三合一池怪这样吗？他说三只一体的角色哦，懂了。
那教主有把公主祭典抽好抽吗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新手有三日祭典没有？他有说什么新手冲刺什么的，那个我没有抽，我还没抽。对，那个要抽吗？我都没有抽欸，是不是过来不及了？阿斯安安，没抽亏大了，真的假的？啊，算了，没事啦，没有真的玩得很强啊，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想说尤里也在忙，然后他 DC 群好像也不多人在玩公主连结。冲刺技里面有很多使用角色，哇，那算了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真的假的？是三星就使用吗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我想说看到香喷喷角色就拿来当来队伍。完了，用习惯手机跑图了。Switch跑图真的不习惯了。啊，当时还习惯 Switch跑图的说。叮。教主现在推图，如果推不过，就借角色推就好。哦，你是说靠玛娜去推角色？有啊，我最近开始有点推不过了欸，角色会开始死掉，从三星变两星。那我说要怎么办？是真的只能借角色了吗？啊，还真的只能借角色了、欸哦。好多大大的。还有什么？我等一下看好不好？啊，方便帮我举个蜡吗？谢谢哦。美美以外哦，真不嘛？可是那时候也是说什么真不不是法师队的吗？我想说看到他有补血能力，我就放进来。我也挂着继续上班了啊！你怎么会这时候看到通知？通知不是都坏掉的吗？我来看一下，有一只会喷火的前排角色，拿着大锤子，然后会打个喷嚏喷火的。欸、今天的海胆好肥哦，喜欢。要不要抽？还有，看一下哦。我现在角色有谁呀、啊？纯紫色头发的一个前排角色，然后奇里就刚刚讲的那个打喷嚏喷火的那只龙，然后尼诺、美美、秃鹰、分布，目前这六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他刚刚说的紫色的那一只。但是纯是今天才抽到的，我发现它好痛哦、喔，又拔痒起来了。
法队、物队都行，只要能补血就是好的。哦，对啊，我觉得他比一开始送的那只好，因为他是一个是全环补，那另外一个是补血量最低的。好，就觉得血量最低的补起来会比较有感觉。幽灵毒火。那我的队伍还是三星角色啊，很早之前抽到，可是那时候很满，就没有放进来。我看一下是谁。泳装纯粹就是烧伤，如果特别需要，其实有点伤。泳装什么东西？我在说 skin 吗？冷气好冷，不要开。想想我都没冷气吹，他妈的晚上你也知道晚上，你也刚刚开台说晚上有点凉，那可以开冷气。哦，另外一只叫美笑，因为那时候队伍有点满，就没有放。听起来是穿泳装的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有分哦，我看一下哦，泳装，泳装的。不行，不开会你想骗我，应该是泳装吧，它的背景是在躺椅上面，它的背景在躺椅上，然后手遮住一边胸部，应该是吧。陈夜晚安，我本来想说啊算了不开台了，自己偷跑。哎，不对，陈夜说在等我开台，好啦，开一下啦。所以泳装好还是泳装差？而且他为什么每次都会有战斗动画？我记得可以关掉，可是就他没有关掉，为什么？原来等等是这样子吗？对啊，万一哪天看到那 FB po 文，那个绿那个橘色头发兔耳朵的人跟我讲说要开台。我他妈的等了六七小时，就发现他没有开台，在那边睡觉。两个都有差哦，真的哦。有啊，我有发现，因为那时候看了万圣节的谁的道那个技能介绍不一样。谁呀？啊，万圣节的气吗？还是血？魂的原版是坦克，蛮坦的，但没有嘲讽，没办法保护后排。啊，泳装嘞？啊，我想说看他是前排，而且伤害高哦，所以他泳装的话变输出角是不是？啊，那我该养存好还是养那个啊？养那个鲤，生活的那一只鲤。现在公联有开那塔，教主尽量爬塔挖钻石。不是，他塔要九第九章，我现在才爬到第七章，有点推不过。我前阵子就在那边乱石抽啊。我的建议是都不要，没办法，我前排就剩这两个了。我前排角色就只有这两个了，看一下前位角色。对啊，我没了啊。还是你们都推三星角？不行啊，我三星角就这两只了哎、欸。坦克推图，我推空花，没有啦，我没有啦。我给你我的号，你帮我抽，抽不到，你要抽到有为止，好不好？你也是空花哦、喔，我那时候好像空花是二星，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我，他长怎样？我都在想说，我开不开？该不该去逮？哎、欸，我有哎、欸，是假的？那我要养它了哦。双马尾，哦，这个我喜欢，真的假的？那开始养它了，是吗？哦，哎，我等一下跑，现在跑的也可以问。本毛四个导演，哎、欸，哇，你们两个好猛哦！都打一样的话，推空花是抖 N， 哇，赞赞赞！还是他就是在里面游戏设定就是这样子。
好，那你们会不会建议我把美美给换掉啊？啊，不行，这就是我的坚持啊！你推不过就你推不过，活该啊！游戏设定就是这样。好，那等一下，呆鱼你要跑进格吗？三个月后出泳装，三个月后是冬天呢、欸，妹妹你怎么了？后期是建议，但现在看你，我当然就是喜欢听建议啊。阿宇，等一下跑进格嘛？我们等一下就直接跑进格。雨林就随便，雨林就等一下吃海胆再跑就好。等一下跑进格，阿培根要跟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待于你跑进格好不好？我真的 switch 很难搓，还是你真的要睡了？我们台版慢日版四个月哦，这样子哦，然后在夏天穿那个圣诞装这样子吗？对，对，都有未来死，哎呀，很棒。看一下转蛋，哎、欸，我还是有新手冲刺哎、欸，我是要抽啊。那我抽喽。他说我怎么缺宝石，我要买。哎、欸，他说新手冲刺要的宝石是什么啊？不是钻石吗？你石头不够，是什么石头？哦，所以跟那个石头不一样哦。那我还要抽吗？啊，表示我抽过了、欸。我那个应该不是新手冲刺，有啊，他写新手冲刺，然后他说我剩下一次，是这个吧？哎、欸，好了，回家回家回家。白鱼，你能跑吗？你不能跑，就跟培根跑了。所以他这个的石有啊，我现在想一下哦，他就是有精选白金、新手冲刺跟普通嘛。然后他说新手冲刺转蛋，游戏开始七天内限定，期间内新手冲刺十回确定出三星角色这个啊。然后我剩下两个小时，你先修了好。那个是不是用付费哦？他说我持有数，他说有赏，然后有赏是不是就是指要付费的、啊欸？好像真的是哎、欸，对、欸，这个是要钱的、欸、所以我要抽吗？1500颗要830块钱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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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这个就算了吗？那培根我们走，我们说的新手冲刺是开始后的三天内哇，那没有救了，我没有救了，我是不是重来了？没有啦啊，我好亏哦！啊，怎么尤里那时候没跟我说？还是他有说？我因为吃药忘记这件事情。
我在上班，所以可能突然挂机。没事啊，飞这个冲一下就到了。我那时候跟番茄跑吧，我们3分钟就跑完了啊。然后中途没有人，给我杯杯，我们3分钟跑得完。你在上班，可能突然挂机。我看你打字打那么多，某盾，哦。抱歉，我入坑太深，不知道什么是新手冲刺。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没事啦。我觉得公主连结玩到现在，感觉真的蛮好的啦。你看他，真的钻石每天都有免费石抽可以抽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断了。回家，回家。每次带幽离跑图的时候，最讨厌就是黄色 WiFi 出现，因为他在忙。然后我就不好意思想说，哎、欸，又断了，这样子，人家在忙，然后去打扰到人家，就觉得很不好意思。所以我真的最怕就是跑风道跟黄色 WiFi 出现。是我刚好入坑的时候免费石头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啊，之后还会有吗？还是免费石头是时间内？啊，之后就没有了。哎、欸，培哥，你来哦。只是这免石池被换过，哦，是哦，都会有哦，所以免费石抽是那个哦，刚好活动，好赞，哦，到9月12号，哎、欸，我真的刚好是9月4号开始玩。培哥真的不见了，是不是？那我要跑雨林了。我星星没亮哦，好，我回去找你。啊。我那时候也好像是已经在定点等他，那个等幽离了。然后他跟我讲说：“你星星没亮哎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怎么可能？啊，培根在哪里？完蛋了！培根，你在哪？完蛋了！培根，你有谁好友？欧弟有没有？我找到了。”没有，哎，来不及啊！日版那免费石抽是笑恋奶秋两位一体的角色哦。我那时候在爬那个地下城的时候用的那个机器人的那一只角色，哦，超好用哎！他不是会补血吗？哎，培根来，杯杯。你直接上来，直接上来。哎、欸，你要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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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我们下得去吗？因为 Switch 不好断啊，所以。
哇，是不是死了？回家吧，回家吧，我们跑雨林好了，这边晚点用手机跑。你先回家，我看不见。这边回，这边出不去了啦，这边出不去，回家啦。啊，不然就是我的画面不能离开你，有延迟。那你要，那你断哦，等下你断。然后不然就是我的好友数不能离开。你现在公主连接技角色全都有啊？怎么你都是跑到这边来？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们是要下去吃大辣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回家回家回家，我跑雨林，我受不了了。回家回家，为什么跟你跑会翻车？夸张！这边不要进中间。不是啊，我跑都我断都没事哎、欸。从四人门进，没有哎、欸。他是喷上去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歪、欸。我自己断手都没事呢、欸。你这样在二楼断了没有啦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然等一下换手机跑好。五分钟、十分钟，可能画质不一样啊。对，你该不会用30帧吧？对吧？你该不会用没有电池的图吧？不知道能不能不同服能不能加好友，想借教主的角色推图，可以吗？我看一下哦，啊，我知道给你好友的那个啊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啊，我怎么看自己的好友？选项，对，在哪边啊？点开那个，对你用30帧，哦，好吧。叮，桃子安安，哎、欸，你那时候是否出现在那个啊隔壁群哪一个群？僵尸的群有说哇是桃子哎，原来是桃子是吗？我那时候看 DC 有看到。啊，我的好友要去哪边看？因为我太喜欢同事人群了。而且我那时候跟他跑。跟尤里跑，我也不太敢走这些遁地绕路的图了，很怕突然又这个断掉啊，难过。两只大只的，那行啊，那行了。
啊，我的好友要去哪看？我真的很不懂。欸，那我可能新手冲刺那时候有点到欸，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好像十抽抽到两个三星角，就是奇里跟真布真布，我记得那时候抽到这两个。再多人车我就不想跑进格了。真的人超过三个四个，我真的就很不想，不是很不想跑图啦，因为要传来传去，顺来顺去的，那干脆就是乖乖开门嘛。没有，主要是带多人跑图，如果会断手的，也是真的是希望那些人都可以带，可以及时马上传送到或什么的。不要说忙一下挂一下这样。啊，黑哥，啊，今天连线怎么了？黑哥，你再看看我是什么颜色吧？我要培根了，培哥你在哪里？简单好友。好，我先找一下培根。啊靠！该不会培哥被挤到后面去了吧？你看我这些火都还没回，培哥你传得到我吗？蟑螂哦，啊，记得蟑螂不要拍死哦。你拍死之后，欸，培根坐下坐下坐下。你拍死之后，它其实肚子里面有些它的蟑螂蛋什么，可能就是会提早孵化，所以可以的话是用拍的，或是你就是拿卫生纸团，对吗？那一团球，你拿那团球就是沾湿。你刚刚也出现，那个出现是大家一起出现的。你用那个卫生纸团球，你就去沾湿，大概四五张嘛，沾湿之后直接趴在那个蟑螂的身上，然后那个蟑螂就会被纸团包住嘛，就不会动了。那不会动了之后就等它干，干了之后你再把那个咪起，欸，也不用干啦，就把它咪起来，弄起来之后你就直接把它用马桶冲走。你用热水浇它，然后捞起来。热水还好欸，蟑螂耐高温欸，不会跑走啊？不是啊，你要想一下，你被很湿很湿的棉被盖着，四五个那个湿棉被盖着，你动得了吗？对吧？那可以的话，你那个，不然就是你那个沾湿之后，你可以喷一些清洁剂。因为蟑螂的肚子很怕清洁剂，它碰到清洁剂，肚子就会开始分裂。你照杀不误，没有啦。我到后面就是不会沾湿卫生纸的时间，没有，你动作不要太大。其实蟑螂的那个反应没那么快，他们其实也都是发现有危险才会开始冲。他们都是走一走，先用触须去那个探测附近有没有危险。那没危险，再走几步路继续找。
那不然就最快的方法嘛，你用你的手去抓它，然后丢去厕所，然后再洗手就好了。我有这样干过啊，只是蟑螂那个刺刺的触感，我真的还是 很恐怖。哦，先不要，很恶心，没事啦，真的。择偶条件，你们两个再相爱，两个都怕蟑螂的话，请为了另一半勇敢的去面对蟑螂。你也不要指望另一半为了你改变，毕竟两个人都怕的话，你就为他改吧。其实是失眠，没事没事。啊，就是因为失眠，你才遇得到人生中这么伟大的蟑螂。而且我发现 Switch 真的很卡欸，我不知道是我的机台问题，还是看起来就是会卡卡的。还是因为截取到荧幕上，还是光遇其实本身就不适合 Switch， 因为之前直播会是觉得啊、哦、好新鲜的、哦、荧幕好大的光遇哦，那到后面会觉得说，手机开60帧跟高画质之后的光遇跟 Switch 比起来真的好差好多。最近玩传送也会卡。传送枪也卡卡的，传送枪是什么？哦，对哦，那个水下的魔法有更新哦，记得可以去拿哦。看一下哦，黛玉教我的，这里排这个位置。光遇会卡才正常吧，手机还好哎。啊，完蛋了，靠腰。我等一下可能不好点火啊！你等一下帮我举白蜡吧，可以跟小朋友帮我举着白蜡。啊 ，Switch 烧馒头就是恐怖啊！挂台睡觉晚安，啊，你要不要来蹭？要不要馒头？大鱼要不要馒头？阿克洛伊睡醒了。克洛伊早安。白纳米。他都不能选像馒头优先度大于什么，如果可以选优先度的话呢，我就会选，就可以选像烛火优先度大于好友大于坐下。棉花糖怎样？好吗？就是 Switch 互动，你看，那个就是烧烛火的图案大于好友，然后大于坐下。不用了，撑不住了，你赶快睡，那赶快睡吧，你剩6小时不到。啊，我看一下我好友。你说选单好友，然后嘞，然后管理我的好友嘛？就是个人资料制作。712975287，我都有七，好呀。眼睛痛吧，晚安。好，晚安，快睡吧，快睡吧。我因为我最近真的都是这时间起来，好的。你有点要起？没有，一、二、二。
八，哎，九八七。我的优先度蛮高的，只是我那时候在烧火的过程会一直点到好友的那个、欸、好友数、欸、六点要起，干脆不要睡觉的。我那时候也是这样想，有时候真的是睡醒之后比较累，有时候是没有睡比较累，就很纠结啊。尤其是像要开 Amigo 巧克团或之前轻松末日的时候，我在想说啊，完蛋了，要不要睡？然后最后去睡了，然后醒来可能前三十分钟都没有讲什么话，大家早安啊之类的，睡到中午十二点。麻子睡了没？因为应该说早上我本来不是要睡觉嘛，然后就跑去玩公主连结，就发现说哇，那个万圣节的那个支线任务好多可以玩，我就一直玩，然后又花钻石去买体力，然后玩啊，要十二点了，然后再玩，然后玩到一点多的时候，然后麻子就起来了，他在跟我聊天，然后就在安慰麻子，然后安慰到后面，他问说最近有什么好玩的游戏？我说最近好玩游戏哦，就等那个吧，宝可梦。然后不然就是，我就跟他，不然恐鬼，我本来想跟他说，哎、欸，恐鬼镇快更新了，你要不要玩这样之类的。哎、欸，然后到后面，后面就再聊后面聊到新路谷，然后我们就在新路谷玩了游戏时间七天左右，那就去休息。觉得里面时间过很快。然后应该觉得天数应该也已经玩到十几天了，发现才七天而已。不睡坐车会晕。哦，对啊。看来跨服不能加好友。不会啊，没关系。季节毕业后就好懒得跑。不会啊，我还是冲着蜡烛越多越开心，然后想要就囤嘛。主要也是尤里他还没毕业。讲真的，如果他没玩的话，我真的应该也是很快就没什么耐心，就一样嘛，祭蜡跑一跑，路跟蜡烛跑一跑，就关掉了，就游戏寿命只剩一小时，每天游戏寿命一小时，然后可能那个黑石根本连烧都不想烧。怎么会玩家 ID 重复的？怎么不会有啊？你在想啥嘞？又不是身份证，又不是手机号码。方玉蛮适合聊天，但是就很耗电就对了。你是说在云野聊天吗？我那时候看到有人，就是他们好像是七个人或六个人，就坐在椅子上面嘛，就是那个四人椅，四人桌那个桌子上，然后陌生人一坐上来就没怎么打字。啊靠！我收到啊，算了啦。我说一次收十三根了，讲话怎么讲？哦，就是全程都打这个，然后让人家坐下，觉得说是不是它坏掉了？为什么坐下来看到还是只有这个？
然后可能就派一个人就说，嗯，对啊。老实说，今天要跳调控流下来，调控连接现在还有新手玩家加入。你也要知道，你吓一跳应该是教主竟然会想玩抽卡游戏这件事情。你要吓到的应该是这件事情，教主竟然有玩抽卡游戏。然后原本之前幽离他又找我玩，看问我说马娘有没有兴趣，我说有听阿米狗说可能会，他们可能会玩。但是我觉得我还好，可是我觉得有人邀你玩游戏，你拒绝好像又不，觉得会很难过吧？对吧？毕竟隔壁三家好像都有在玩，然后就好像如果要跟他们一起玩游戏，有没有融入他们的话，感觉也怪怪的。那于是我就跟他讲啊，没有跟他讲啊，就会觉得说，好啦，不然你下次到。然后玩任何一款手机游戏，我就再来玩。然后他下一款就有在开台，那时候刚好玩公主连接，就说有没有人要玩啊，什么之类的啊，好友开着还是什么之类的。结果他那时候在实况公主连接的时候，又有些人是已经在别的伺服器，已经角色都好了还是什么的，得不得吗？哎，回家回家。然后发现好像只有我去宅来玩，对，就好像那时候我在看聊天屏，我就有问说啊幽离是哪个伺服器，好友是多少什么之类的，然后看来看去好像只有我啦。好了，等一下来解任务了。你看，跑一跑图加倍就快结束了，就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15根蜡。我那时候在社团上面看到一个说什么真什么跑图的伙伴什么之类的，还是真 CP， 他就说有把握一小时左右跑15根蜡啊！你没接任务，还没啦。我们先去吃海龟，先去吃海胆啦。我们先去海龟，然后我就看到他说，一小时15根蜡左右啊，不就是云野到圣岛，然后海胆，大概就是雨林、馒头、海龟，就15根了嘛。开了快4年的游戏了，对啊，就是有些人是舍不得放掉啊。像你今天说光遇有那个啊，先别说光遇啊 ，PUE 好了，因为当时那个谁，那个诺英那边的关，那个咪姆跟子岭嘛，他们是玩台服的那个 PUE， 啊，我们 Amigo 这边是玩那个国际服的 PUE， 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去台服玩，我说不要吧，那仓库什么都要重新买。啊，那仓库很贵耶！天哪，我那时候因为包包真的太小了，等不到特价就是买了，又买了过三天包包特价，我要气死！我以为是试炼加进格，哦没有啦，哦最主要是因为那时候试炼是那个
我讲啊，其实我能跑就尽量不要跑会断手的地步，因为幽离子可能在那个啊，在跟三江谈事情，然后或是在玩他们的东西，对吧、啊？就想说，如果他没有很坚持要跑到二十根蜡的话，我就把每天我在跑的路线就拿来跑。试炼的话，就除了风试炼需要跟他背背喷上去而已，可是那个失败率又很高啊，我又很不会想说直接从地图 bug 跑到终点去那个方法。就那时候跑风试炼的时候，我就是很愧疚哦，拜托成功一下，一直失败啊。然后这个贝壳，我现在只会就是挑大的茧跟就上面这个茧嘛，然后看一下海中有没有大贝壳，没有就算了，就回家。啊，最白目是别人捡的，我贝壳也会消失欸。其实背背奔可以调方向，就站位问题。所以你说刚刚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？那为什么我一直以来都没问题？我都刚好站过站对角数嘛。卡顺疑点不可背，先背过什么东西？哦，这面包真的好硬啊！我的问题，那好。小野早安，你平常不用矮人背背喷，没办法，之前要遁地。哇靠，没有炸欸，不习惯加太紧张，你有什么好紧张？你又不是没烧过，就烧过啊，飞过。给我炸哦，没有。哦，瞬移点哦，所以你说他瞬移的点对了，然后面向的位置也要对这样子，因为是跟教主，所以你现在怪我咯。我，都是我不，是我还不够好。耶、yeah, ，找大贝壳咯。所以大不愿承认，有没有大贝壳？一个中的啊，一点中的贝壳。我晓得，贝壳消失之术。哎、欸，这真的很烂。我那时候看到像这个贝壳嘛，如果假如是这个贝壳，哎、欸，都中的哎、欸，好亏哦、喔！不管，我要啊，亏了，亏了，亏了。
好啦，培根回家吧。好赞赞，好不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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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来看一下今天任务，今天任务也很简单啊。天官赐。今天峡谷。挥手，挥手温泉，跟体验一个先祖。OK， 啊，干单干单，走吧。好，等一下那回收，你回收了啊？哎，你不要太过头哦，你不要太白目哦。分屏好难用，我说切换频道，还是你在低谁的台？怎么了？问号什么？你觉得我说为什么我右边蜡烛没拿吗？我不想拿，那么麻烦，解个任务而已。他为了区区那几根蜡烛。影响我的速度。不是刚刚教总算说谁在滴滴 OD 啊，把它丢下去。嗯，好，克洛伊晚安。爸爸蛋雷，噜噜噜噜噜噜。克罗纳是谁啦？欸，你干嘛？欸，准你跳车。哦，克罗耶哦，对不起，我怎么看成那？天哪！是不是该休息了？对，哎，你不这时间在睡觉吗？多醒了。
教主开错了，我开什么？我开什么开错了？看错吗？你不要回收讯息啦！又不能回收讯息，你们还在那边给我回收讯息，冲他小！我想说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啊，现在是怎样？啊，现在是怎样？这次没有玩法了啊！在当我是塑胶咯，哇哇，是串线了吗？奶茶照，培哥，你在哪？培哥，你名字很特别，怎么会是叫豪尔？是真的很尔吗？早安。完了，我又碰 bug 了吗？捞不掉的花，哎、哦，欸、不可以这样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真的烧不掉啊！加油，培根加油，加油加油！英文发音好耳这句话我十年没听到了，你十年没听到了，所以今天是你第一次 又听到的意思咯。完了，我最近都会这样欸，最近想要烧黑石都烧不掉，怎么会这样子欸？路人都会觉得是我在玩。走吧，好了，我们加倍跑完了。挥手，红石烧得掉就好。不要红石，不用怕烧不掉啊，会有人去烧啊。那阵子被讲错，考虑换名字。哦，那现在又想换了吗？对不起啦，我只是问问而已。现在想想，季节任务三四五都还没开始做。啊，没有，你就是你就是接了之后再回去烧，接了之后再回去烧就好了，不是吗？反正拿爱心而已啊，看你喽。不会，反正没差哦，已经脏透了嘛，已经痛到没有感觉了，这样吗？没有特殊服装，其实真的没有大动，真的耶。就最后来了一个
特殊的装饰品，跟那时候的花盆一样。就没有必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吧。啊，就有屁还会一直讲，像我，哈哈，你好恶哦，没有啦。不过花盆真的好烂，哎，它原本大大的时候还不错啊，怎么变小的时候就，为什么没有火？哦哟。他原本那时候很大，我想要，哦，很棒哎，很像那种人家开幕花篮还是什么的，我就可以拿来玩，就变好小哦，失望，好失望哦。我其实不喜欢拿这个啦，飞来飞去好烦。198我应该短时间不会再去献祭了。你说红蜡吗？你凑到买雨妈的啊，快点啊。哦，还是你是说永久翼？哇，被坐下了，完蛋了。我要试试看呆鱼教我的方法吗？哎，你帮我举白蜡。老屁孩。好啦，举白蜡啦。培根在上班，培根在上班。不是我在上班了齁。干了！你看不到我在线，哇，没救了！举白啦！完了，啊，不跑了不跑了，随便放烂，摆烂。他应该是大夜班超商的那种吧。摆烂啊，真的，这边真的可以挂着去尿尿哎。它会自动跑，就可以挂着尿尿，好好。有住户回家，还有。我就跟猪说：“你有玩光遇吗？想与我相遇吗？”好，好。
他得用回下30秒前讲出来的话，哪一个啊？摆烂，可以去尿尿。我那时候也在思考，到底光玉的发型发量要多浓密才能拉得起来？所以其实那些假发、啊、都是额外接发片的那些东西上去。你看，像白霄的头，白鸟还有办法，因为白鸟的发量看起来就少少的，白霄的就是都很多毛。回来了，你滚去哪里了？帮客户开门，帮住户开门。要睡了，好的，晚安。啊，赶紧休息啊！雪人先祖该复刻了吧？想要那一身毛毛的装备衣服。披风会遮到毛？什么披风？雪人的吗？雪人有披风哦？还是你说任何披风会遮到雪人的毛？不是，我很喜欢他脚的位置，那部分的毛啊，就蛮喜欢的。眼睛好看，雪人不是只有衣服二阶爆跟那个吗？哎、欸，头，
啊，飞蚂蚁了。叮，来看看会不会从飞飞上断下来的，断下来的。有洞可以钻，我知道啊，墙壁有一个啊。那我先跟你讲一下，我是用 Switch， 好不好？那我跟你说，我是用 Switch 不好钻，可以吗？我光是钻雨林那个缝，那个大门的缝就不好钻了。可以飞出去 ，NS 直接冲进去。你现在叫我回去再一次，是不是啊？那给你跑。你今天跟我的车，嘴巴还那么多。所以以后陪尤里跑图也是用 Switch 跑，感觉很没有事呢。你们在瓦拉什么？你说我的乘客唧唧歪歪的吗？没有，他也是好心跟我说啦，但殊不知，
Switch 微控就不好微控啊。 也不帮我举白啦，打野。欸，你还要跑吗？你还想跑进格吗？哦，他说他不想跑。 可以，现在没客人，你是超商大业啊？电脑版的我已经移除掉了，不能模拟器好看。这游戏看起来好赞，这游戏加油站员工哦，这游戏蛮吃重的哦，因为其实你进来真的会不知道干嘛，就是看风景，走路看风景。 这款游戏就比较适合那种轻松玩的那一类种人，他也可以玩得很累啦，就是看你，他可以不用玩那么累，像我们现在这样。看走去哪？ 你要在这边背哦，好吧，我试试看断手。对哦，有人也在背，好啦，今天就到这吧，也算合我胃口，真的哦。 好几根啊，18根了，要么就是我换手机跑了啦。哎，我们大辣还没跑哎，上来跑大辣，想到大辣还没跑。路口、河道、四龙图。 很喘，好的，我们跑个速通木。好，然后这款游戏就是，不是佛系嘛，所以就是打扮呢、啊，可以把你的角色打扮得可可爱爱。尤里嘞。 然后他最近的样子是长这样。你跑，我跑，快啦，我们跑大啦。 我怕母兔，什么意思？母兔是什么？么特，我怕没空。啊，达拉在这。
哦，你怕木土？哈？我都不怕了，你会怕？木土不用怕啦。看，自从跟幽离子跑木土，我就不怕了。宝贝疼不疼？疼啊！你不帮我回个能量，在那边该可恶！宝贝疼不疼？啊，那你就举好你的白蜡吧。被撞大退游戏，对啊，你就卡后台。如果真的被撞，你就卡后台。啊，如果真的掉翅膀，你再那个退游戏就好了。啊！暴风眼都没在怕的人，还会怕木土吗？雷根白蜡，看瞎子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跑大蜡而已哦，懒得跑。木土比暴风可怕、欸，还好哎、欸，真的还好啦。看一下在哪，母兔比暴风挺可怕，母老虎比较可怕吧？在那边吧。对啊，木土就是那些花太散了，所以很懒得去跑，所以才不太喜欢跑木土。不像雨林那些密密比较密一点。在船头吗？船头。好像不用跑了、欸，最后那几根啊？你看那个不爱跑图的教主。现在都不怕木土了，有什么好可怕的？
暴风雨也很恐怖呢，你踩到石头就会受伤。啊，我也开始想养小号了。暴风雨可以直飞，不然你被风吹到龙面前，你也会死。小号举白蜡好像真的不错。负责举白蜡的小号，拿那个豪尔兹，你有看到点这些蜡烛？这蜡烛就是左上角那个白色的蜡烛，它是货币。那我们要换东西，就是要用这个蜡烛去换。回家。然后它有个货币是爱心，爱心的话要透过一些特殊管道，就是像，像你看示范一下。哦，这样子啊，你看嘛，他给我，有他递出了一个东西，然后有没有？他是用三根蜡烛凝聚成一个爱心给我，然后我也可以用三根蜡烛送给他，就这个在这边，这样子。然后这游戏就是有有些人会说互心，就是互相给爱心，这样子。那爱心的东西有那个，通常爱心要兑换的东西都是比较特殊的啦，所以很多人还是会需要有爱心。旁边是雪人呢，欧弟呀，就是欧弟呀。北七哦，你们明明就可以 DC 给 QR Code 的，那边的花四根啦。北七，哇，我也不能跟欧弟背、欸，因为我跟培哥没解到传送哎、欸。这游戏感觉好和平，没有，因为刚刚看到我们经过了一个很像黑黑的一条龙吗？它叫明龙，它是。唯二会伤害我们角色的东西，另外一个就是螃蟹，螃蟹会撞玩家，然后撞一撞我们就是会受伤，然后会，有没有看到我们上面这个？你看它最上面不是有个那个半圆形的那个一条一条这个东西？这个是我们的翅膀。我换一下哦。你看我后面的翅膀。后面这个图案嘛，一小格是一个，然后有框框的是等于是，一小格是不，一排是五个嘛。那我现在总共有两排，有白框的，就是等于是白框是第六七八九十，然后白框上面还有那种刺刺的是第十一这样子，所以我总共可以飞十一次。你看哦，我飞一次，你看那个框框就少了，有没有刺刺的那个就不见了，这样就。找一个，然后再飞一下，然后下面这个框框又少一个，有没有，以此类推，就一直少，一直少，一直少。我是指玩家诈骗的事情，哎、欸，还是有哦，你小心一点哦。你看，我现在翅膀已经它对应上面嘛，有没有？我已经少了一半了。然后这游戏就是玩家靠近玩家，或是这样大叫可以回能量。
然后最快魂能量就是可能抱抱或牵手，好，没了。那这个翅膀也是等于是你的血量，当你的血量没有了，你的翅膀没有的话，你被撞一下，你就是会受伤，会开始喷你的，我们所谓的惊人。就是你看我们前面那个一个175，下一个等级是200，所以我要收集，还要收集25个特殊东西，还可以解锁下一阶。那如果你血量没有的话，你再受伤这个东西就会扣。哎，好啦，要不要跑那个？干北七。200要很久。我全部跑完，现在好像187了吧，还是188了。换装游戏。嗯，对啊，所以这款游戏，通常这款游戏，有个群众很蛮吃的，通常都是绘师。喜欢画画创作的人，通常啦，还蛮喜欢《光遇》这个游戏，所以常常在社团里面都看到一些人会画图的大佬，或是有些你身边一些会画画的人，其实都有玩《光遇》。188，就是他最后新的那些记忆点，他都没有办法回去拿，所以一直都少那几个。我是从那个嘛，那个热血运动员，那一次我还没有，我复刻没有换到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献祭，然后之后的都有复刻，啊就是随机，啊没办法，啊现在随机都是随机到，都是有的啊，我好希望都是复刻以前你们已经复刻过的，啊现在复刻都是我已经有的，哎难过。同时是五六日啊，哦，你说的面具是这个哦，哎，你换头，你换头，你换白霄的头，你去换白霄的头，我去看。你们都大佬是不是？哦，好像可以耶！哦，赞哦！那这样我想要读，我又想要读矮了耶！啊，这是2号身高。你卡179很久了，我知道啊。开跑，走吧，那我们去跑金阁吧。走啦！奥尔带这个也不错。没事，就当作有眼影的白面，走吧。再失败我就换游戏了哦、喔。培根，好好表现哦、喔。你现在有客人是不是？靠腰，那还说开跑？你是在哭吗？完蛋，不止你有客人，这边还有人。啊，欧弟来帮忙开门吧。我想一下哦，不好意思，95加满，然后油枪查去，然后找钱收银应该两分钟吧。
哦，开跑是你哦。哦，对耶，是你打的呢？没有吧？他有打吧？欸、对，是你耶，靠腰。哦哦哦，我误会他了。要求哦，误会了，糗了，没客人了吧？帮我断啊，我断啊，我断啊！你上来吧，我断，我断。欧弟来，艾木，你怎么断手了？传送真的好贵，对啊，欸，你用牵手的拉我进去，欸，谢谢，你用牵手的拉我哈，有拉到吗？欸，我拉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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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我弟来。等一下，他是不是喘出来了？哈哈，靠腰，出去帮他吗？来啦，帮他啦。他还在外面吗？哦，好吧，他怎么那么快就上来了啊？欸，你断一下，你断一下，完蛋了，冲上去了，我关掉你的好友数了，完蛋了。抱歉了，抱歉了。那画面很完蛋了，背我吧。啊！冲过头啦，冲到顶楼啦。好吧，都找不到我。哦，有嘞！哇，同时哎，来手牵好，手牵好。刚刚没传到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啦，刚刚把那个好友关掉了。
你说我这边变成一个新的伺服器是不是？哦，然后那个豪尔，这个游戏 bug 很多，是都是大家都在使用的 bug， 官方也都没有什么在改。就像刚刚不是突然丢上去那个东西吗？那就是利用游戏 bug 我们上去的东西，然后再试一试，就两个人飞飞，会飞高高，一个谜样的 bug。但是又很好笑 ，bug 游戏。哎、欸，不见了！到了吗？啊，还没到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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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太急了。空气墙也太高，没有，还要更高。他照理说是要坐中间那个亮亮的啦，要坐那个亮亮的搭电梯上去。但是那动画太久了，中间还有一道程序要做，所以我们都会选择用这个方法过。我看一下，我对准角度哦，看一下楼上这个位置，谁过来？我还有客人是不是？我是歪了，我跟培根飞会歪成这样啊！到了吗？欸，到了，你看，就这样到了。很神奇的游戏，然后我们的角色其实是石头，因为受到了阳光的照射啊，才有了生命，才会叫光遇，有没有？因为光使我们相遇。啦，回家啦！啊，任务记得回哦！啊，任务记得回哦！嗯 ，OK， 我设定，这设定我接受啊，是不是？光子是陨石，是哦。我不知道，他其实有故事，但是我都还没去看。然后这是有，然后这个游戏，像比如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叫做破碎季，然后破碎季的 NPC 卖的东西是，就这三个月里面才能买到。那你要再买到的话，就是要等将近快一年。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叫复刻，你想象就是麦块的旅行商人，然后会随机一名，随机一个那个 NPC 回来卖东西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像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看一下哦，比如说你喜欢啊，这个前阵子复刻过这个斗笠嘛，很喜欢，然后就刚好那个先祖刚好回来，这个。卖这个衣服的先祖刚好回来，你就可以拿蜡烛跟爱心去跟他换。像这些都是以前季节的，
这个是上礼拜的先祖，上礼拜是卖这个。然后这个零氪头是跟 Switch 绑定，然后买 Switch 礼包拿到的。那这个是台币买的，因为应该是吧，这是台币的。什么？你也是季节毕业的啊？对呢，你好像是哎。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樱花这个台币的发型，我还是很喜欢这个。我都很希望尤里一直带着这个发型。很浓，蛮浓的啊，但是它也可以很佛啦，就是很多人没有要全部都收集，像之前有几个先祖，他是面具不好看，但是披风跟衣服好看，他们就买披风跟衣服，有多难看嘞？比如说这个面具，我这辈子也没有戴过它啦，但是就觉得。衣橱里面满满的比较好看啊，然后你看一下这个蜘蛛面具，再看一下这个，应该山羊吧，对吧、啊？这是买了也不会戴的面具，那是兔子面具。当初有预感很贵，所以就直接买机票了啊。其实找不到适合兔子的，好难过。兔子脸颊太大了，复刻后也没有什么再戴。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是说这个吧？哎、欸，刚复啊，这个，这戴上去就好很多。然后这是人气发型正太头，不管是矮的可啊，对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可以随时变高变矮？那这个游戏也有那个唯一的赌博系统，就是赌身高，可以跟你换最高的，你把矮面拿掉。你看这样。像这个我比他高一点点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赌博系统，就是我们可以赌身高，有最高跟最矮。啊，我这个是倒数第二高。那这个面具是一定会变，我矮教主一号，对啊，这个面具是一定会变最矮，所以可以变很可爱。那我头上这个兔子是去年卖的商品。那今年好像12号会回来卖。啊，我的裤子是6月那时候的一个叫彩虹日卖的，今年刚卖。你也可以换，就是不要戴就好了啊。反正矮面真的搭什么都好看。那这个东西你有没有看到它比我更矮？它是用一个东西叫魔法，这个哪一个、啊？嗯，我还有18关，这个，哎、欸、不对，哎、欸，哦这个，它可以让你的角色变更矮，反正就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啊。但是真的要我介绍这游戏有多好，我真的介绍不出。就真的很吃重，吃群众的游戏。下一个要复刻的是什么？小王子记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完蛋了，一大堆都还没买到，又要小王子了，又是一个换过的季节的啊，难过。不一定。没有啊，轮到小王子了吧？因为重组季已经复刻完了啊。不是、啊，我不是说下礼拜啦，我说下一次要复刻的那个季。我不是说先组啦，我是说下一个季节啦。不是小王那个啊，重组季轮到了吗？下一个就小王子了，不是吗？
然后有在追 V 吗？啊，没错，这是半爱的发型哦。半爱。小王子的披风就那样子，都是黑色的啊。啊，好换回来。我现在没有什么好玩的，今天都跑完。跑完了要干嘛？我刚好像有那个要啊啊啊啊啊！不然我继续来问你们那些有玩那个，那个豪尔，你有问题可以问聊天室。聊天室，兔窝蛮多玩那个光遇的。啊，公主连结我可能要问你们一下，你们刚刚是说哪一只？叫什么什么光？很明显看起来是人工智障。对啊，啊你之后如果我有开台，你可以来聊天室问问我。虽然我不一定是玩光遇啦，可能玩麦块或其他游戏，你可以来问。啊，其实都蛮热情，可以。不然我加你好友好了，要不要？你如果创好的话，跟我说，我加你好友。然后之后就是你可以连我们这边过来，连过来之后，就这些可能我身边有几个兔窝的，就是我干爹或观众。然后可以就是我们还有个很神奇的东西哦，就是他如果你要跟陌生人聊天，就只能掏出你的蜡烛嘛，啊，亦或是你可以换这种椅子，要有那种椅子类的东西，你这样摆出来，他们就看得到你打字，一边上班一边听你讲解，好有趣。讲解什么？光遇吗？培根身高好可爱，他只是缩水北汽哦。你们明明就有在 DC 群，那不给，啊硬要掏蜡烛交好友，他冲他小。早安，起早安。哎，刚刚说的恶心那只是谁啊？粉色，空花对不对？好，认可提升。他怎么一脸好像要被打的脸啊？认可再提升。那我是要去刷空花的那个碎片，叫才能开花的方法。大江户时代支线剧情。好的，我会培养他的。所以我就是把我那两只前排换掉了嘛。餐餐安安，我可以陪你睡觉。欸，每次看到你那些，我都好想在你底下留言，可是又想说我的身份如果在那边留言是不是不太好？我很想直接私讯你说我可以，我可以。空花碎片只能透过竞技场的硬币兑换，还是地下城？有啊，它有个支线欸，支线，然后困难模式可以拿到。入手可。方法，好啦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，可以吗？我可以陪你哦。认可提升，哦，有了，我到 R 七了。自动强化，好了，我好像可以直接换掉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的空花等级上来了，好，晚点再去玩。哦，有新游戏玩真的是。什么东西？我靠！你打了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反正商店那边能兑换，
支线那边需要耗体力，像教主前期需要体力的，前期不建议复刻。什么？前期当然是要复刻啊！你复刻过了就没有了哎、欸。在说啥呢？复刻这么重要？最近真的睡超不好，大概半小时一小时醒来。毕业，哎，我最近大概十分钟醒来一次，所以一个小时我就醒来六次，真的，啊，真的很难过。好啦，铲铲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们约出来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的手臂虽然有点细，但当枕头应该还是可以。睡一下骨头嘛，不错啊。有没有睡？拿树枝当枕头来睡。而且我最近就是只要一点点声音就会醒来，就可能是脚步声或是走楼梯的声音，只要一蹬一下，就眼睛就张开了，就惊醒。啊，五点了，零体力，没有命。教主上线免费十抽，有，我要抽了。公主连结，我等一下开那个啦，开一下，开迪士尼好了，那个雀魂晚点再来打。入主。欧弟拜拜，好拜拜，欧弟拜拜。欸、你的发色是不是退了啊？这几天看你是不是从粉色变回金色了，小麦色。免费十抽。哦。有读取啊，但没有，想说每次有读取就会有三星角色，没有抽到，没有。哎呦哎，为什么他女仆经过没有拿彩色的卷轴也有三星，还是重复了？你是大人，要更稳重一点。哦。精华抽到了，我要拍照。我抽到精华了、欸，开心。我那时候还是该说我的精华嘞。哎、欸，好开心哦、喔，抽到了、欸。我传个图一下，我去给那个西罗亚看。哎、欸，抽到了。西罗亚。去累积测试服的蜡烛，怕。寂寞有东西需要，好，拜拜。啊，啊，还是这样好了。情绪来了，关台啊，拜拜。哎、欸，不对哦，去看一下那个好了，看一下迪士尼。看迪士尼有什么可以买？再来决定我要继续农作物卖东西还是怎样。啊，铲铲你要睡了没？现在在跑前置哦，对耶，那
那之后再加你好了。那你过程中可以查查攻略看一下。要了，下午有事出门。好，好，晨晨晚安，赶快去休息。我看一下哦，迪士尼，迪士尼，安，迪士尼，迪士尼，迪士尼，哦，迪士尼嘞，外迪士尼嘞，我找到了。教主现在正在进行的活动，什么意思？哪一个？海盗的活动我打完了，没有啦，有一个90等的我打不过，90等 BOSS 打不过啊。那个海盗活动我要打吗？现在把第四次的奖池大奖抽完，我叫第四次。活动第四次的奖。我第一次都还没抽到欸，就是他不是有个冷的是记忆碎片吗？我那个还没有打完呢，我那个没有抽到欸，两颗公主宝珠可以让我死掉，我叫公主宝，我现在连第一次都还没有刷新欸，而且他刷新位置在哪里？啊！你看，我买了耳环，有没有怎么买起来没什么感觉？看，买这个玫瑰耳环19000，没什么感觉啊，难过。我身上包包有什么东西？哦，有萝卜，那就好。讨伐正抽奖池，奖池的大奖抽完才能重置哦。那我就没抽到啊。我昨天就是突然发现说，哎，有活动可以玩呢，就在玩活动，就没有去睡。那两个公主宝珠可以让你不用消耗材料，直接把小车升到215。好，我努力。就是我现在有体力就去打，打就对了。跑啊，跑啊，跑啊！不要消失！哈！哦，碎啦，碎啦，碎啦！
他每天都会，他真的是杂草哎、欸，每天都会长。哎、欸，小松鼠，松鼠你要吃什么？吃苹果。哦，对啦，对啦。哎、欸，有一个我猜不出是什么的记忆碎片，你们要猜猜看是什么？啊，不行，这边已经有显示了。看一下哦，应该是这个我猜到，我想要怪物电力公司。哦，原来是玩具总动员哦。我想说，请问这个是什么？看不出来。来去看一下今天卖什么。Ah, the sun shining almost as bright as my money。这是说破万的啊！天啊！哎、欸。华丽的吗？好了，我们去拔草吧。Greetings, neighbor. Ah, thank you kindly. 哦，好了，待会我们草拔完种草，拔。草拔完，种完菜，我们就休息。不是我对话不到你啊，快点！来吃，你吃这个嘞，可以。这又是什么？Neighbor. Goodbye now. Toodaloo.然后好像我不是说那棵树很碍事吗？好像它可以改位置哎、欸。见了，他不可以这样子哎、欸。
好了，辛苦他了。嗯，好像这都可以改位置呢。等一下哦，比如说像这棵树，这棵树可以换位置。噔噔噔噔，好，先放回这边吧，后面再来看。这样就会让我觉得我的这个小镇可能又要那种像工业化的图了。啊，把高飞叫出来买东西。然后原本想说把这个摊位丢到上面去，反正他不行丢。Good to see you. 搞什么？我买。哇哦！耶！啊，等下动一动棺材，棺材应该一直挂在这边，等作物收成而已。这树收起。关这里，围栏没有，好，有喂、欸，原来准备关台了，对啊，差不多了，找瓦力。瓦力在睡觉。哇，睡觉不能赚经验的。
大。好了，按住左键，啊不，按住键盘。等一下哦。嗯？没有啦，我好的意思是我可以按住键盘慢慢送。我要去送。雪怪衣服也没有披风，衣服、头饰、面具都有，太棒了！还有动作了。小牛早安。可是要关台、欸、小牛。
没事关啊，你工作也做完，我公工作什么？你公？你老公吗？你老公的工作也要做完。啊，你竟然在哦、喔！欸、不是啊。Hey there， 都来挖矿。The sun shining almost as bright as my money。他为什么是这样浇花的啊？天哪，好强迫症哦！啊，受不了！哎、欸，过图回家。好了，挂机了。好了，大概就这样了。对，可以说拜拜了。亮的，别睡了，起来嗨！哦 ，Hello， 换你了。I tip my hat to you, though I prefer not to take it off. 不喜欢花，好，够了，真的只能给吃了，是不是？该说早安晚安，晚安吧，因为不确定会不会睡啦，就洗。的鱼，钓一下。鲶鱼，
好啦，要剪完了，再剪两根香蕉，关咯。早安，晚安，欸，晚安，要关台了。啥东西？魔法苹果，辛苦了，不会啦，休息而已，没有要睡啊。嗯，剪花它也是两颗星吗？我看一下哦。没有啊，这个嘞，三颗哦，水剪，今天是时间开台，感觉教主很想睡，睡不着。没有啦，我是睡醒，是前面到醒。没事没事，累了还是会昏睡过去的，不用怕。啊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没有什么睡不着、不睡觉、熬夜之类的。啊，累了自然会还是会闭上眼睛的。啊，只是有些人可能会在外面宣称，就是说啊，自己很久没睡了，四五天没睡这样。采集水果，聊天，收集星币。前面很痛苦，对啊，就是小小的声音都会醒来啊，所以才会需要吃安眠药啊。我又自己当医生，现在都没吃安眠药，只吃其他的药，就安眠药不吃，因为安眠药太恐怖了，真不敢吃，真的很不喜欢吃。你看，万一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要叫我啊，结果我还在睡觉，起不来，是不是很危险，对吧？好了好了，这个游戏我现在大概就是每天上来巡一下，它有时候就是过一段时间地图上就会刷新一些东西嘛，像那些杂草荆棘，那些荆棘长出来之后，应该就不是了吧？一颗好，像荆棘长出来啊，然后有时候地上会多出一些宝箱，我就偶尔会上来看一下。我从小是很浅眠吗？没有哎、欸。这两个月比较浅眠，这两个月才开始吃药的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我很好。找不到人，怎么找不到人？什么意思？对，过去哦，对啊，
可能突然有急事要找我啊，找不到啊。这之前也有发生过，以前啊就发生过，我在找一个人，结果就是，就因为他有跟我约，比如说，那很早以前啊，他以前玩线上游戏，那时候就我们都有约那个，打怪之类的东西啊。结果他跟我讲说，要出团还是什么，跟他说一下。我说好，我就跟他讲说，那有需要留个电话我打给你吗？他说不用。他说不用，那我要怎么找到你？他说你就传讯息给我，看到就会出现了。就那时候，比如约九点魔兽世界啦，那时候就约九点，然后时间到了，他又是我找进来的人。结果就说，我们要走了，你朋友嘞？他说我再找他看看，我是狂敲他。我从九点吧，那时候到，又每隔一分钟就问他在干嘛什么之类的，他还要不要还是什么，就是狂问。啊，问到后面就是他到半夜两三点才回我讯息，说他睡着了。我说啊，所以就叫你留那个电话给我啊。他说不一样，他是那个他吃了安眠药。我说不是，你明明知道今天有要开团，你还吃安眠药。然后就因为这样子跟他吵起。对。我觉得没有必要再为这个吵啦，只是。我想说，你跟人家约了时间，结果吃安眠药没有讲。就算如果真的吃安眠药啦，他可能也是叫不起来，没错。但觉得我那时候纠结的点就是，明明要出团，你为什么要吃安眠药？他说没吃安眠药睡不到。我说那你吃安眠药传讯息给你听得到？他说不知道我那时候不知道要怎么讲，结果那时候就那时候刚好是临时有办法找到其他人，但之后就是我不会再找人了，就是他们缺人我不会再找了啦，是当主揪还是当那种你们懂吗？就是今天比如也是跟你们约说啊要打日麻之类的，结果阿凡星怎么人不见了？不是要打日麻吗？啊，主要是安眠药啦，安眠药比任何毒品都恐怖啊！那任何毒品还是会有意识，还是就是也不是说吃毒品不好，吃品也不是鼓励吃毒品的，就是吃安眠药你任何行动能力就是没办法做，你就跟着烂泥一样那边软瘫，对吧？所以我才会很不喜欢吃安眠药。但喝酒出车祸的也很多嘛，但也有人是直接吃安眠药就直接睡着出车祸的，那这很恐怖。就很多发生是那种疲劳驾驶还是什么的，就吃的药里面有安眠药，就开车开到一半睡着，那种大卡车在高速公路上，很恐怖。吃药还是有，对啊，所以我当时在工作的时候，我都会问医生说，这有安眠药吗？他说哦有啊，如果你真的是因为要工作的话，你就把那什么那一颗什么颜色的挑掉，不要吃就好了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啦。好啦，感谢各位啦，今天早上就到这边了啊，半夜只是突然想跑跑图才开的。啊，等一下继续看小说，那大家晚安啦，拜拜。